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元神公主想会吞吃元素的人高兰打怪活动元神 5.1 攻略。高难活动第二关，这关的 buff 需要多开元素战技触发，推荐带战技 CD 短的和依靠战技普攻出伤的。困境难度就能拿满原石了，没有试用，带自己符合 buff 条件的队伍就好。各位邓尔，第一波是一个金女最好流水抗的，邓努林女西西丁尔还来带你呢，但在今夜那过得个买的吃了第二开给你吃大概那邓努都吃了第二波两个佣兵没啥机制最后是一个大灵狼弓和吸能量，输出不够就要带不靠大招的一个点，只拿原石难度还是不高的，后面的高难就只能靠个人卡池和练度硬打了。